大家好，今天不一样的开头，因为今天是今天的最后一集。从5月18号开始播出的第一集到现在已经有10个月了，一共有73集，我也有了自己的粉丝群，跟你们互动得很好，也接触了很多手账界的大厨。本集是完全不要手的，你们是需要看着看就好了。首先第一个最受拥戴奖是第18集，因为有8.5万的播放量，1.3万的收藏和2000多的投币，可能是因为这一集比较基础，字体设计大家都是用得到的。然后第二个最受影诺奖是第9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的呢，但是播放量也比较低，收藏也比较低，可能是那个时候刚开始第9集嘛，关注的人比较少一点。接下来是老鸨宠爱奖，日本行的第8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这个，据说好像是因为后面画了富士山吧。然后是我个人最喜欢的3集，倒数第3集是第17集深夜食堂，因为这一集被大量推广以后，微博的点击量也比较高，也是因为这一集我意识到应该要去一趟日本看一看那边的手账和美食之类的。排名第2个是汉堡的上下集，这一集因为受到了很多的临摹，粉丝也比较喜欢，觉得这个构图很有意思。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12集，我画了很久，2-3个小时，我画这一集的手指记录，靠耐心，注意力超级重。然后我个人最想吐槽的3集，倒数第3个是微博漂流粉，这一集明明很重要，因为后面收到的人大家都要看到毕业的，可是呢录制的时候颜色一般般，但是这一集又非常重要，所以就个人觉得很棒。想吐槽的第2集。日本的简笔画，我觉得最难弄的就是你们了，好不容易画了一支简单的简笔画，觉得谁都能学会，你们又说我放飞自我，问号脸。然后最想吐槽的就是钢笔装饰画这一集，因为视频狂抖，抖得太厉害了，我保证以后会重新录一下钢笔视频类的这一部分弥补给你们的。接下来是风格迥异奖，不用说了，奥西真奇博，我不知道这一集发生了什么，反正后期也疯了，对对对。接下来是最夯技法奖，59集的水滴色卡，我关注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这一集的技法是很实用的，大家都是需要色卡的，特别是刚拿到水彩颜料时候的那个新鲜劲。都是放飞自我奖，51集的看展拼贴，因为公司停电了，我出去喝咖啡了，是在猫空录的，觉得这一集很放飞自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玩玩玩。但是绞尽脑汁奖，40集的 SMAG 当然是为了金主爸爸了，不停的想构图，不停的出主意，这个该怎么做抽奖活动。然后是被自己笑到奖，猫空的礼物拆箱，所以说又想笑，我弄断了别人的腿。然后是年度抢镜王，是螃蟹这个鬼东西，一共出现了21次，现在连面包机里面都已经能跑出来了。螃蟹，很痒很久久，最厉害了。其实自己悄悄的想说，自行车也蛮厉害的。然后是年度礼物，这个是开箱出来的手工咖啡印章，是小网送给我的，因为它全属是自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份情谊非常的难得。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2018年见了，我的视频在今年是不断更的，持续更新，就算是休息也要为你们忙碌。新的一年我会做更好看的视频给你们看，用心做，用心推荐技法，用心推荐好物，拜拜，下次见。